不够勇敢，就不要追爱。你可以开始了。跟我在一起很好啊，门当户对的，像你会闷出病来。喜欢一个女人啊，就要穷追不舍。啊，你不要跟我解释，你就需要解释给她听。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怎么可能？应该不是闪亮代购这条小鱼吧？你的确定有企图？我不等那种。周六周日晚间八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